为了沟通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政府高层亲上火线，正副总统以及正副阁揆通通动了起来。总统马英九今天下午将参加经济部在台中举行的座谈会，聆听服务业者的心声，而下周还会庙口开讲，下乡跟阿公阿嬷说明协议内容。至于副总统吴敦义明天也将南下高雄，下个星期行政院长江宜桦与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也将分别到新北市与桃园与业者面对面的沟通。